East, so I'm gonna be streaming Sumeru. Actually get there. It's in the ground. I think it's through this cave. First, I've heard your voice. I've done 4 streams before, so 2 of them were actually relevant to the channel, and then I did a stream 13 months ago. Aren't we just in a cave? 不过，须弥也被称为智慧的国度，如果能见到这位智慧之神，应该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情报。不知道须弥城在什么方向？ 我们要不爬到七天神像所在的那块大岩石上看看吧。就算看不见须弥城，至少也能找找附近有没有村子什么的。 等等，你看，前面有行人。太好了，这下就省了我们到处找路的功夫了。你好，我们是外国来的旅行者，想向你问个路。 啊？难道是没听见？喂，前面的行人，不好意思，能向你问个路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明明听见我们在叫他，却对我们不理不睬的。哼，不过虽说他不肯理睬我们，但只要我们远远跟着他的话， 应该就能走到有人烟的地方吧。到时候我们再向其他人问路好了。 What's the story behind this channel? 走，我们悄悄跟在他后面前进吧，别被他发现了。The channel's like 7 years old at this point. 这算是偶然所得吗？ Right. It started after seeing Ola Vogela's videos, especially the Rockabar ones, and then they were down for a bit, so I ended up remaking them. And then I
started with the Rite of Spring video, and that like blew up hugely, so I just kept on making them. What's up, Chrono Chromie? I forgot what this thing did. For those, you can use it to travel swiftly. Do I need the grass character? Yeah, I just came here. I'm not. Being able to touch grass, lap. It's my only refuge for grass. And I guess try out the traveler with the new element. I mean, hopefully they're not crap like the Electro one, but that's not the right one. Very relatable. Okay, where did that... So now I can do something with this? Hiya. Understand this tooltip. I don't even archive. I'm guessing it's like the Electro ones. How do I use this thing? Do I need to do the event quest to use it? How do I use the thingies? 做些什么好呢? Pressing T doesn't work. Whatever, let's do the quest. Okay, now it works. Okay, that was weird. Do I have to stare at it for it to work? Is that how it works? Oh, I killed her. Okay, looks like I just stare at it. This Sumer, I don't know who Irv Wilson is or what scale tree diagrams are. If not, I'm not interested. Music? I don't know. It might be vaguely related. Who knows?
I hate how this menu is sorted.小瀑布旁边不见了，我们也过去看看。还以为这个山洞会是通往村子的入口什么的，看来是我猜错了。你看，他在那边坐下了，该不会他就住在这儿吧？那我们现在怎么办？要试着再向他问问路吗？ 好吧，好不容易才碰到一个行人，哪怕他不太欢迎我们，只要能说服他给我们指个方向就行。啊，好清新的香味啊！是从那个香炉里传来的吧？虽说住在这么简陋的地方，但能沐浴在芬芳中冥想，似乎也是种不错的生活呢。 怎么了？突然脸色变得这么难看。什么？香味让你感觉不舒服吗？可为什么我什么感觉也没有？啊！你怎么了？振作一点！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别着急，师傅的知识很渊博的。既然说了他没事，那就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你醒了吗？啊，太好了，你总算醒过来了。这里是……啊，对哦，之前你昏迷的时候，我太紧张，都忘了问这里究竟是哪里了。这里叫化成郭。 最早是须弥的学者们在雨林中搭建的临时休息处，现在这里主要由巡林员驻扎。你好，那个，我叫柯莱，是个见习巡林员。今天我和师傅在巡视时，刚好发现你晕倒，于是就把你带到这里来了。The pronounce Kolai? The Chinese. 不用谢我，我其实没做什么。对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那是师傅调配的汤药，刚才他在你昏迷的时候给你灌了一点。啊，对了，师傅说等你醒来之后还要再喝一次才行。我拿。I accidentally cut her off. Yeah, they're speaking Mandarin. Well, the English voices are different. I mean, Clay, 怎么了？是想拿药吗？都说过了，这些你别乱碰。等下我来处理吧。Oh, it's a guy. I thought it was a girl from all the images. 对不起，师傅。哎，道成临时用训图谱就在公告板上。如果法伯德再记不住，就只能换个地方，贴在他脑门上，让其他人去提醒他了。就是，他这个月都吃坏两次了，我去好好说说他。但如果他就是喜欢眼前有彩色小人跳舞，刚才的话就算我没说。不过下次再给他抓药，就得找他要钱了。When is that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that? 怎么样，你好些了吗？这位就是我师父，巡灵官提纳里先生，也是化成国所有巡灵员的上司。你失去意识的原因，我之前对派蒙解释过。既然你醒了，我就再向你说明一遍。虚密有些学派的学者需要在林中修行，他们会借助一种叫做林芬香的植物熏香，稳定心神，进入沉思状态。你们两个为了问路，靠近了学者海拔下隐居的山洞，那时候洞里就正燃烧着这种熏香。熏香对大多数人没有影响，但它的确会刺激极少数人的精神。你就是这种情况，我解释明白了吗？那就好。接下来回答个问题，在倒下之后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比如你还有自我意识吗？看到了什么东西吗？ You deleted the question. What a coward. 克莱，你去通知一下其他人，让他们先不要把巡查日志拿到这里来了。啊，什么？因为这些天他们会暂时住在我的房间，我去阿米尔家挤一挤，照我说的做，快去吧。啊，是，我知道了。Welcome, Ivan. 等一下，等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情况是这样的，原本我以为你醒后再喝一碗药就可以走了，但现在我觉得你有必要待在化成锅疗养观察一段时间。疗养观察？你先别急，你只要是个明辨是非的人，听我说完就能明白情况的严重性了。从你刚才的描述看，熏香让你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幻觉，你的精神状况很不乐观。如果你还是没办法相信的话，可以闻一闻这个。你没事吧？是不是和你倒下那时的感觉很像？虽说你目前神志清醒，可如果贸然让你离开，你很可能又会突然在什么地方失去知觉。雨林里有不少猛兽，也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到时候可能就不会像这次一样好运了。这些天你需要每天按时吃药，尽量不要独自行动，直到你闻到这种气味不再感到不适，可以吗？你再休息一下吧，我就重新熬一碗药汤给你。What's a running gag? 怎么会这样？我们才刚到须弥，你就碰上了这种事。我知道你想早点见到小吉祥草王，不过你现在的情况确实有点严重，还是先恢复身体吧。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我很担心你啊。奇怪，
你是说你的身体状况吗？你是说你看到的那些树根和红色的天空？可如果不是幻觉的话，那些究竟是什么？好吧，你的体质特殊，我相信你的判断。可你刚才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缇娜莉亚？现在她误判了你的病情，你的情况不会越变越糟吧？你的意思是，缇娜莉知道你看见的不是幻觉，却故意这么说来搪塞我们？好吧，我明白你刚才保持沉默的原因了。那这段时间我们就安心留在这里，一边恢复身体，一边想办法搞清你究竟看到了什么吧。不过直接向缇娜莉打探看来不太行，你有什么想法吗？有道理，克莱对我们还是挺亲切的，明天我们也可以先向他打听一下草神和须弥的风土人情什么的。 The Chinese is Ke Lai. I thought it's pronounced Ke Lai.天亮了，走，我们去找克莱吧。Sure it's Korei in Japanese. I don't know. Have I tried Dark Souls? I've never played Dark Souls. No. 好，接下来是右手。情况似乎还可以，不过还是小心行事，明白吗？我知道了。对了，师傅，我还没拿到今天的巡灵路线图。今天的路程很远，你就不要跟我一起去了，而且还可能会有那些东西出现在这条路线上。我明明也有神之眼，却没办法帮上什么忙。别说这种话，这不是你现在应该考虑的事。你们来了，身体感觉还好吗？既然留在这里，我们也想稍微找点事情做。你们是这种闲不下来的类型吗？好吧，既然这样，今天就让柯莱带你们去化成锅南边巡视吧。如果你们对体力有信心，七天神像的清洁也交给你们了。缇娜莉先生，我们已经准备完毕了，马上就来。我们先出发去林子里了，剩下的事就让柯莱跟你们说明吧。是，交给我吧。克莱，我们今天都要做些什么？刚才缇娜莉说要清洁七天神像，但我没想到这也算巡灵员的工作呀。其实巡灵员的工作内容很广，检查道路状况，维护林间设施，排除火灾隐患，为旅客居民提供帮助。如果是师傅的话，还经常要去处理雨林中危险的区域。在我们到达七天神像前，先检查一下沿途的路灯吧。派蒙，旅行者，我们走这边。我来检查路灯就好，你们可以帮我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异常。Now I might like paint. Yeah, I've never really.Yeah, I've never played a Dark Souls-like game, really. And I don't even have, like, a controller. And I'd probably be suffering on a keyboard trying to play it. Can I see my Kuching build? Okay. It's a menu. I don't remember what the hotkey is.Press the button. There you go. Two 盏灯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City above。这盏灯有些松动了，让我记录下来。 This the lamp? I guess that's the lamp. The grass bulb thing. Genshin Impact, hee hee.、Yeah. 好，这盏灯也没有问题。七天神像就在那块巨大的岩石上面，你们之前从这条路过来的时候应该已经看到它了。位置是不是有点高？如果你觉得爬上去比较勉强，不打扫也没关系，师傅不会介意的。是吗？那就交给你了。神像附近的空间很小，你在上面要小心一点。That we're just following you. 我也和你一起上去吧，我可以帮你打扫比较高的地方。You can get a controller for $20, yeah. 对了，克莱，你知道草神是位什么样的神吗？你是问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哎，大慈树王。Rook Kadavata。哦。难道说这是前代草神的名字？对，大慈树王是须弥的初代草神大人，他创造了雨林，在沙漠边缘建起防沙壁，大家这才获得了安宁的生活。在须弥人眼里，他是智慧、仁慈与无所不能的象征，但他却在几百年前的灾难中消失了。我听师父说，后来贤者们找到了新生的草神大人，将他接回了须弥。为了庆祝神明的失而复得，贤者们就以小吉祥草王称呼他，并让他居住在敬善宫里。那然后呢？然后，我也不太清楚了。哎，你也不清楚吗？难道说克拉你并不是须弥人？不，我是须弥人没错，不过是因为我们是陌生人，有些事情不方便说吗？如果真是这样也没关系，你不用在意。不不，你们误会了，我不是在隐瞒什么。况且你们对我来说也不算是陌生人。We met like 30 minutes ago. How are we not strangers? 那个，你们也认识安博对吧？ Oh, 等等， okay. 你说的难道是？对，就是他。我之前在蒙德待过一段时间，当时得到了安博很多帮助，说是他改变了我也不为过。安博他真的很厉害，热爱生活，有正义感，不仅充满行动力，也非常善解人意，总是能像一团火一样照亮别人。在我看来，他是最适合做侦察骑士的人，因为几乎每个踏入蒙德的人都会先遇到他，然后被他的热情感染，爱上那片土地。I mean, we met her like 30 minutes ago. It like scaled. Of course, we have it. 虽然总觉得侦察骑士的工作目的并不是这样，不过我已经十分深刻的感觉到了。克莱，你真的很喜欢安博。不好意思，刚才我好像说了一些奇怪的话。嘿嘿，没关系啦，知道你是安博的朋友后，感觉一下子和你亲近了不少呢。不过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也认识安博的？啊，是这样的，我回到须弥之后也一直和安博保持着书信联系。他在信里讲过蒙德城遭到飞龙袭击的事，说有一个金发的旅行者和漂浮的伙伴帮忙化解了危机，所以昨天一见到你们我就认出你们了。不过当时因为旅行者刚从昏迷中醒来，我就没好意思提起这件事。原来是这样呀。所以请你们放心，我绝对是信任你们的。我也想多告诉你们一些草神大人的事，
但我很长时间都没在须弥生活，而且也没读过什么书，不好意思。没关系啦，你刚才告诉我们的情报也很有价值，毕竟我们之前连大慈树王、净山宫什么的都没听说过呢。能帮上一点忙就好。不过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草神的消息啊？哦，原来如此，谢谢你们愿意告诉我这些。不用客气，毕竟我们是朋友呀，对吧？好，那我们现在就去上面清洁神像吧。嗯，辛苦你们了，我去前面检查一下遮雨棚的情况，等会儿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First Dendro Arcane was with Olivier Messiaen. I thought there was the where's the star? Wouldn't Messiaen be more like the Ameno Arcane? With all the bird stuff?Or, I don't know. He doesn't have many plant-based compositions. Mostly rocks and birds. 之前没怎么仔细观察，现在我才发现，这座神像雕刻出的神明身材很小巧的样子。嗯，你说他究竟是大慈树王还是小吉祥草王？看这座神像的模样，倒是和这个名字挺相称的。算了，关于他们的事情，我们以后总会打听到的。Hello, the flute. 我们来清洁神像吧，我飞到上面去，你就负责擦下面好啦。神像已经清洁干净了，我们下去和克莱汇合吧。This path. I get the bulb. Okay, it seems a lot nicer than the electro ones, since those ones kind of just go in a random direction, while these ones you actually have to look at them. I can't reach that one? Okay, I can't.I went way faster. The first gas. What does that even mean? Clay, we're back. Clay, what are you d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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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y, what are you doing?我带了书。好耶，是什么好吃的呀？有什么关系嘛，克莱又不是外人，再说了，食客的热情可是对厨师最好的赞美呢。今天我带来的是一种巡林员常吃的便携食物，叫做口袋饼，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啊，糟了，掉在地上了。没事没事，我在食物外面包了好几层油纸，应该没有弄脏。啊，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嗯，真是太好吃了，克莱，你的厨艺真好。幸好你之前把每块饼都仔细包了起来，要不然我肯定会心疼的晚上连觉都睡不着了。这也太夸张了吧。不过既然你们喜欢，下次我给你们抄一份食谱吧。放心，我会把烹饪要点写上，你们很快就能学会的。谢谢你，克莱。嘿嘿，真难想象像你这么认真的人竟然也会有毛手毛脚的时候。可能是有那么一点吧。不过缇娜里对你是不是管得太严了一点，东西都不让你碰。我也偶尔会在飞的时候碰到桌上的东西，但他从来不会怪我，
毕竟谁都会有不小心的时候嘛。Gotta overthrow the patriarchy, Cole. 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们和师父相处的时间更长一点，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我听前辈们说，师父来自一个很古老神秘的种族，他们一族都很聪明，大多有些孤僻，但师父却是个很热心肠的人。对了，你们知道教令院吗？好像是叫做生什么派来着。总之，因为师父对植物很有研究，那个学院的贤者还好几次写信来让他到教令院去任职，不过却被师父以须弥城太嘈杂对耳朵不好为由拒绝了。对吧，我也是这么觉得。总而言之，师父明明可以去教令院，却还是做了巡灵官，每天都在为雨林的居民们提供帮助，也会教给下属们各种知识，就连口袋饼的做法也是师父教给我的。真的吗？这我倒是完全没想到。不过这么说来，昨天缇娜里发现你晕倒后，倒是二话不说就对你实施救治，也是他把你背回化成锅的。不过我还是觉得有点不爽，因为他整整一路上都在拼命数落我呀。啊，真不好意思，这件事可能是师父不太对，因为派蒙当时不停在喊怎么办，他是不是要死了，怎么劝都没用，把师父给惹毛了。喂，可恶，你不要笑啊，我还不都是因为关心你。怎么回事？为什么连克莱也……气死我了，我要报复你们，看我把你们的脑袋都揉成鸟窝。别碰我。克莱，对不起，那个我不是故意的。我刚才不是这样的，不是的。克莱，你还好吗？你没事吧？我没事了。不好意思，刚才吓了你们一跳吧。啊，对了，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赶快回化成锅去吧，师傅他们也该回来了。刚才到底怎么了？克莱他不要紧吧？他走得可真快，现在都已经看不见了。I'm on the angel. Kolei Dishdot. 1776. 旅行者，你们回来了。Few centuries early. 你好，请问你看到克莱了吗？ Play Mixolydian mode at Tainari and turn him weak. 克莱啊，刚才看见他回房间去了。这样啊，看来我们只能明天再去找他了。先在这儿住一阵吧。Interesting. Cow bear. 哎。Use elemental sight on the cow bear thing.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想通克莱他到底怎么了。不知道他现在心情好点没有？我们去看看他吧。See anything on the cow? 雨林的气候可比沙漠舒服多了。
是你们啊，我正准备去找你们。咦，提纳里，你怎么在这里？克莱他人呢？我过来看看克莱的情况，简单的说，他病了。他病了？怎么会？等等，难道说是因为昨天我的错？不用担心，你这小家伙还不至于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克莱的病是救急，但实事求是的说，你们来后这几天，克莱的确有点兴奋过头，忽视了自己的身体状态。唉，不过这也没办法，毕竟他已经很久没见到朋友了。提纳里，克莱他究竟……我们换个地方说话吧，他刚吃了药睡下，这里需要安静。好了，我们就在这里继续之前的话题吧。其实直到刚才克莱和我说起，我才意识到原来你就是那位蒙德的荣誉骑士。你在璃月和道奇的其他一举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要声明一下，我把克莱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跟你们的身份和过往经历无关，而只是基于一个理由，是克莱拜托我这么做的。说实话，我个人并不建议克莱把自己的过往经历也告诉你们，但克莱却对我说，你们把他当作朋友，真诚地对待他，所以他也应该这样对待你们。提纳里，克莱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你刚刚说是救急，他难道已经病了很久了吗？对，其实克莱从小就患有一种叫做魔灵病的疾病。魔灵病？这是一种须弥独有的病症，因为患者身上会出现灰黑色的鳞片状组织而得名。一开始患者只是感觉皮肤发生变化的区域有些麻木，可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力量减退，手指和脚趾偶尔丧失知觉的情况，最终患者将会变得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彻底失去行动能力。听起来有点可怕。等等，难道说之前克莱有点毛手毛脚的感觉，其实都是因为……对，是魔灵病的影响，所以我让他尽量不要拿东西，避免伤到自己。如果治疗方法得当，患者的病情发展能够得到有效控制。遗憾的是，魔灵病至今尚无法治愈。但曾经却有人骗克莱的母亲说，有根除魔灵病的办法，让他把女儿交给了一个叫做愚人众的组织。什么？愚人众？看来你们知道愚人众，这样正好，省去了解释的功夫。总之，把克莱拜托给我照顾的人说，克莱被送到了名为博士的执行官那里。我不知道博士是怎么做到的，他的魔灵病的确在那些年被完全遏制了，但在愚人众那里的日子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什么愉快的回忆。虽说他很坚强，也一直努力表现得开朗，可直到现在，他偶尔还是会对他人的触碰感到畏惧。原来克莱之前经历过这么多痛苦的事。对了，派蒙，克莱让我告诉你，他很抱歉昨天吓到了你。此外他还说，对不起，一开始对你们隐瞒了病情。这不是克莱的错，他不需要道歉。嗯，这些话我希望下次你们见到他时能够亲口告诉他。他曾经一度认为自己没有获得友谊的资格，请你们不要让我的弟子再次经历类似的痛苦。提纳里，你放心吧，还好不算太严重。这次倒下主要是因为这两天体力有点透支，现在已经吃了药，再休息一下就能好转。不过他刚到化成锅的时候情况的确要比现在好不少，那是因为他对巡林员的工作感兴趣，也很想学习知识。
我就让他加入了我们。啊，最近他的精力下降了不少，虽说应该保持适量的运动，但远途的巡逻已经不太适合他了。好了，克莱的情况我已经都告诉你们了，现在我要去给他采些药回来，就不多闲聊了。对，缇娜里，我们也想为克莱做点什么。嗯，也行，不过因为雨林里很危险，旅行者也正在恢复中，所以希望你们能在途中听从我的指示。嗯，我们明白了。走吧，我们要去采集的是一种叫做月莲的植物，它对魔灵病患者恢复精力很有帮助。缇娜里，我们要去哪里找这种植物呀？月莲在雨林分布很广，化成锅附近也是主要生长区。听起来好像应该到水里去找。对，月莲是水生草本植物，看起来就像是一朵浮在水面上的蓝色大花，还挺惹眼的。但其实它的花很小，周围那些像花瓣的东西是叶片和花萼。另外，很多须弥植物不能够只听名字来判断它们的种类。比方说杰波莲就是一种藤本植物，须弥蔷薇其实也不是蔷薇。好吧，贸然和缇娜里讨论植物是我僭越了。Do the challenge. Don't talk. 37. Oh, there's a. Well, I think I cheated that. I think I was supposed to use the mushroom. Yeah, I was supposed to use the mushroom. I just cheated. I have several questions regarding Tinari's genealogy. Cartoony music. 焚烧吧！这附近应该就有月莲生长，我们接下来就分头寻找吧，你们只要帮忙采集四颗就可以了。等采到足够的药材之后，我们就在这附近汇合吧。These look like lotuses. Like this name is a lie.已经采到足够的月莲了，我们赶快去和缇娜里汇合吧。一起来玩吧。How high up is this? How high up is this checkpoint? That'd be a quick.Quick thing to get on the side.缇娜里，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让我看看。品质都很好，你们选的不错。你们野外探索经验丰富，的确帮忙节省了不少时间。看来我们接下来还能再去储备点其他的药材，
提纳里先生，提纳里，那边有人在叫你，看服装似乎是巡林员。确实是熟人，是阿米尔他们，但他们不是才刚出发没多久吗？走，我们过去看看。Hello, Beton Blue. Tina 李先生，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到你了。我们正准备回化成国找你呢。My name is Dim Sim. Diminuendo simile. I don't know. Top and bottom. 出什么事了？ Top and bottom text. 我们刚刚发现死玉了。死玉，今天你们走的这条路线应该是一周前刚彻底清理过才对，竟然这么快就又出现了。具体位置在哪儿？就在前面的河谷深处，因为这次出现的地方几乎把河谷狭窄的区域都堵住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回来找你了。半径呢？不好意思，之前看的不是太清楚。今天我们队里的人都没有神之眼，而且我们感觉他可能还在扩张期，所以没敢靠太近。嗯，你们的判断是正确的，我马上就去处理。啊，你们就先带他们两个一起回化成锅吧。等等呀，提纳里，为什么突然要让我们回去？哦，你们才刚来到须弥，还不太了解这里的情况。在须弥的雨林中，有些区域会出现一种独特的异变现象，死鱼不仅会使植物枯萎，也会夺走动物和人类的生命。如果没有神之眼的话，可绝对不能贸然靠近。他说的没错，我之前告诉你们，雨林中存在十分危险的区域，并不是危言耸听。只有拥有神之眼，也就是能驾驭元素力的人，才能在一定时间内抵御死域的侵蚀。是啊，所以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巡林员来说，发现死域后会先记录下位置，然后交给提纳里先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处理。毕竟只有他们才能深入到死鱼内部，找到消除死鱼的办法。可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神之眼的样子。你们放心吧，他虽然没有神之眼，但却是使用元素力的老手了。哦，这么看来，关于你的那些传闻都是真的了。既然这样的话，好吧。那你们，我们一般会在旅客离开化成锅时再教给大家辨别死鱼的方法，不过今天我可以带你们去实地考察一下。got like a bowl cut, Korean bowl cut, got a nice pair of ears.Beton Blues reveal as a furry. 不要再向前走了，仔细看远处。远处，啊，那边看起来灰蒙蒙的，植物好像都枯萎了，空气里还有一些灰烬一样的东西。我感觉有点害怕。那就是死域。旅行者，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死域的内部了。在那里能够找到死域的症结所在，只要消。谢谢，不过你之前没有处理过这些事，不要勉强。即使你有元素力，在里面也一定会感到非常不适。如果支撑不住就出来休息，毕竟这可是性命攸关的事。我们走吧。我们先去找那些维系死域的枝节。焚烧吧！燃！燃！哎！没。
Where they at? It's like that dragon spine effect. How do I clear it? J'ai pursué la route. How do I have to clear this thing? How do I do the objective? Consang grandis. Do I touch it with this thing? How do I do it? So you the to be changed. Just like that, to the 有这么明显吗？ 唉， 好， 因为最近死域出现的速度明显变快了很多， 即使像我们刚才那样消除了一片死域， 很快又会有新的死域产生， 如果只是我的工作因此变多， 倒也没什么， 但是死域的状况， 会对雨林的方方面面产生影响。 就比方说， 即使我们刚才让这片区域恢复了正常， 其中的植物， 也无法全部重现生机。 目前雨林里已经有多种植物的数量严重下降，而植物的数量变化也会影响到与之相关的动物。另外，自从死域的情况开始变糟，克莱的魔灵病也变得严重起来了。啊，怎么会这样？具体的原因还不清楚。不过前几天我收到了一个教令院熟人的来信，他告诉我的确有许多病人都有相似的状况。 据我所知没有，死域已经在须弥存在了上千年了，而且它的诞生来自这个世界更深层的地方。你听说过世界树吗？世界树就位于我们脚下的大地深处，虽然它并非生物学意义的树，但你可以大致把它看作一棵倒着生长的大树。你应该知道地脉吧？它们就像是世界树的根系。 在地底纵横交错，从深邃的巨大空洞一直延伸至地面。地脉会不断吸收这个世界的记忆，世界树中也汇集了世间从古到今的全部情报与智慧。草神之所以也被称为智慧之神，正是因为它的意识连接着世界树。草神的力量其实也可以说是世界树力量的一种体现。 死域的出现，其实是世界树的疾病。对，很久以前，我的祖先从大慈树王的眷属那儿得知了这件事，但那些神秘的生灵也不知道要怎样治愈世界树。我们巡灵员恐怕还要长久的和死域战斗下去。好了，这个话题就先说到这里吧。既然这里的事情结束了，我们现在就回化成锅吧。 I think those are lyrics to a sub song. I don't remember what song though. Let's.
听那里先生，你们回来了，辛苦了。你们之前发现的那片死域已经处理干净了，放心吧。No, 那个是 it's Genshin, not Xenoblade. 到了，是海八象。They have messenger toucans. 啊，缇娜里，你怎么了？突然就跑了过来。这只鸣彩鸟是专门为海八象传递紧急消息的。你还记得海八象这个名字吗？就是你们之前遇到的那个学者。原来是他，他出什么事了吗？我看看信上写了什么。你的表情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古怪？让我也看看。上面好像只画了三条歪歪扭扭的线。我来解释一下，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我们从海八象那儿带你们来化成郭后，他就重新开始了冥想。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应该就是刚才了。他已经将近三天没吃东西，但又忘了提前备好干粮，所以让我们赶快过去救他。什么？他竟然一直在那里坐了这么久？哎，不对，你是怎么从几条线里看出这么多内容的呀？当然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之前也发生过，上次他画了五条线。算了，我不太想回忆当时的情况了。海八象现在的情况应该还不至于太糟，但还是早点去看看他为好。我这里有些应急的食物，你们能帮我给他带过去吗？哎，我们吗？可是海八象那里有零分箱，他会不会又出什么问题？现在你再来闻闻这个，感觉怎么样？哎，你已经不会再难受了吗？真的吗？提那里，你是怎么知道他已经痊愈了呀？在他帮忙清理死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能够熟练运用草元素的能力，当时就知道了。在我和你们说起世界树根系的时候，你当时是不是在想，那些东西听起来和你的幻觉很相似？对，那些并不是幻觉。不过我不打算对之前的谎言道歉。What a psychopath. 因为你能够看到的东西，对于须弥乃至世界来说，都非常重要。我的祖先曾受过大次树王大人极大的恩惠，我们立誓与他一同守护这个国度，所以我有责任确认你是否值得须弥信任。但现在你已经用行动获得了我的尊敬，因此我认为不必再对你保守秘密。其实那时候你的意识连接上了世界树，看到的是世界树中的记忆。不过更详细的东西去问问海八象会更好，因为无论是冥想还是零分箱，都是为了让他能够与你做到同样的事。可是他真的会回答我们吗？我们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连一句话都不愿意和我们说。那是因为他现在正处于特殊的修行状态，要尽量避免和他人交谈。你们在这里稍等一下。It didn't sing for us. We're not getting. 拿着这些，这是给海八象的便当，应该能救个急。这里还有一些食材，你们也一并带去吧。这个信封里是我写给海八象的信，只要给他看了这个，他应该就会解答你们的所有疑问。不用，我才应该感谢你们这些天的帮助。海八象应该还在山洞里吧？我们快进去看看他的情况。This thing can only play diatonic scales. Pretty crap. Play for you. I can play.
the best cord. I don't know it from memory. I was playing the Fauvette Tête Noire.怎么没人？难道他出去找东西吃了？我去附近找找。原来你在这里。哦，海巴夏，他现在怎么样了？啊，好饿啊。水。不过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没办法直接吃东西，我们先出去给他找点水来吧。等等，外面怎么突然起雾了？我们出去看看。怎么变成了这样？究竟发生什么事了？我们现在到底在哪里？你说的对，那我们在附近调查一下吧。Everything in this forest drugs us.你看，总觉得那个洞口的样子有点特别，我们想办法到那边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
taking the Naku weeds? Are those even in this region? I thought those were the Kuching shaped weeds.在这儿哟。 留意脚下。 稍微睡一下吧。
这个古怪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喂，你怎么了？看起来有点不安。Why did you say no? Hey. Oh, I missed. I have so many. Doesn't even matter. It's one of these puzzles again, isn't it? Is it not one of those puzzles?奇怪的地方搞什么阴谋？奇怪的地方，阴谋。这些事你还用不着知道。师公心愿，才与刘洪换。他三叔铁骑，好，燃。亲情早就已经不复存在，你的旅途根本毫无意义。不过你用不着烦恼了，因为今天就是你的葬身之日。Are we fighting him?It's too high on shrooms to fight him. What do I do? Outside, I haven't seen the shadow of the mountain. Ah, it's here. How is his situation now? It's so sweet. Good. He has a sense of smell. Wow, how did you throw the meal on the floor? Like she was high on shrooms. Okay, that's unfortunate.他的样子是有点不太妙，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我们还是先把他救醒再说吧。哎，他身边怎么放着这么多水果？哦，对，这些水果应该能派上用场。是缇娜里吗？海巴夏，你不用担心，是缇娜里让我们来给你送食物的。你看，这是他给你的信。原来如此，你们是缇娜里的朋友啊，真不好意思，刚才给你们添麻烦了。多亏你们及时赶来救了我，还带来了这么多水果。不，这些水果不是我们带来的，刚才我们进来时就已经在了。而且我们还在纳闷呢，明明你身边就有这么多吃的，嘴边上还沾着果汁，到底是怎么厄运过去的呀？是这样吗？我明白了。这么说来，之前一定是我的邻居来过了。邻居？这附近还住着其他人吗？啊，这么说，难道你也能看见他？喂，刚才你在这里遇到了我们之前见过的奇妙生物，然后就突然做了个奇怪的梦，这也太神奇了吧。不过我觉得旅行者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之前也有一次像这样不小心吓到了我这位怕生的邻居。放心吧，他没有恶意，他把你拖进梦里只是为了争取一些时间，好让自己能够赶快溜走罢了。海巴夏，你的邻居这种小生物到底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不过我知道他们一定和草神存在着很深的联系。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他，正是我意识成功接触到世界树的那天。当时我从冥想中睁开眼，脑子里还因为涌入的知识嗡嗡作响，心脏也狂跳不止。突然间，我发现洞口边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我好奇地向他走过去，他应该是已经习惯了我在附近活动吧，所以并没有提防我，还在自得其乐地做自己的事。直到我蹲下来看他，他才猛然意识到我其实是能看见他的。然后呢？然后我就做了个梦，等我回过神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不见了。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出现了，但过了几天后，我就又在附近看见了他，而且还有他的其他伙伴。最近我能感觉到他已经不那么害怕我了，但没想到的是，他刚才竟然来救我了。嗯，是啊。哦，对了，缇娜里在信上说，关于世界树，你有不少问题要问我。不好意思，虽然已经喝了不少果汁，但感觉胃里还是空空的。我们去给海巴夏做点吃的吧，之前缇娜里准备的便当都掉在地上了，而且我也饿了，等会儿我们可以吃完饭再慢慢说。我们就做甜甜花酿鸡和萝卜时蔬汤吧，这两样也算是我们的拿手菜了。哇，是没吃过的外国菜，真是太期待了。老实说，自从缇娜里上次来过之后，我已经好久没吃到像样的饭菜了。I've got probably like a thousand day old chicken for you. Oh, we actually have to make it fresh. It's usually...接下来就把它们放在缇娜里给我们的便当盒里吧，刚才我已经好好洗过了。
好香啊，这份便当的外观也不错，走吧，我们去和海巴夏一起吃饭。已经做好了吗？我很不擅长做饭，能吃到你们做的菜肴实在是太幸运了。虽说已经读了缇娜里的信，又听你亲口叙述了一遍，但你第一次闻到零分香就连接上世界树这件事还是太让我震惊了。我大概花了3年时间吧，在教令院的学者当中已经被称为天才了。要知道，有些学者可能花上一辈子时间都没办法做到这件事。这种熏香为什么能让人连接上世界树？因为零分香使用的原料主要来自几种大慈树王创生的植物，它能够激发我们对草神力量的感知。既然草神力量的根源是世界树，我们就也得以偶尔凭借它的力量窥见大地深处的异域。嗯，不愧是能和世界树产生连接的人，你的理解力很好。嗯，好吧，不过他为什么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对植物的味道感到难受呢？这主要是因为他的体质比较特殊，在熏香的刺激下，他对草神力量的感知被过度激发，导致了一些紊乱。一旦闻到和零分香成分相似的香料，身体就会产生应激反应。不过不用担心，现在你已经没事了。虽说你还是会对草神的力量很敏感，但如果不是用特定的冥想方法，零分香都不会对你产生影响了。哦，那就太好了。说实话，我真的很羡慕你的感知力，哪怕让我一辈子都心悸头痛，只要能连接上世界树，我也愿意。哇，没想到你对这件事这么执着。没办法，谁让我是个学者啊。我是教令院明论派的，主要研究星空与生灵命运的关联。然而关于星空，哎，实在是有太多的无解之谜了，因此我只能向全知的世界树发问。可惜我的感知力有限，既没办法让自己每次都能找到世界树，也没办法保证自己的精神不会被它摧毁。我现在的修行阶段叫做灵居狂语期，须弥有许多学者都在这个阶段在探索世界树的时候疯掉了。先者们说，因为世界树里存在神明的知识，如果我们在自身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触及到他们，头脑是无法承受这些的。所以我们为了让自己精神稳定，也为了不连累他人，只能尽量一个人待着。从世界树中获取知识竟然这么危险，海巴夏，你难道就不害怕吗？当然害怕，尤其是在没有月光也没有虫鸣的夜里。不过最近自从我知道附近生活着一位小邻居之后，就没有那么害怕了。能够看到他，一定是因为草神在庇佑我吧。说来奇怪，他明明是智慧之神的使者，却偏偏有着让人做梦的力量。为什么这么说？这种能力听起来还挺符合神奇生物的。因为须弥人几乎是不会做梦的。还有这种事？嗯，在须弥只有小孩子会做梦，大人们却好像都不会。先者们说，智慧也意味着理性，而梦境中的东西往往既没有理性也没有逻辑。嗯，在梦里人们经常被自身的忧虑所困扰。在贤者的观点里，须弥人不会做梦是身为智慧之神的大慈树王的恩惠，让我们远离了那些睡梦中愚昧的妄念。我出生在须弥城的学者世家，从小父母就告诉我，什么时候当我不再做梦了，也就成为了大人。我努力的学习，成为了教令院的学生，然后是研究员。我果然再也没有做过梦，
可是就在那天，被我吓到的他却突然让我做了一个梦，真的好神奇。虽然我已经不记得在梦里看到了什么，可我突然感觉自己就像是回到了童年。儿时的我明明是那么蒙昧，但却无所畏惧。说不定梦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坏啊。将来如果你们到了须弥城，可不要对其他人说这些奇怪的话，否则会被人笑话的。对了，海巴夏，对于他在世界树那里见到的东西，你有什么想法吗？不好意思，暂时没有什么头绪。不过在世界树那里看到的东西，肯定是一些确实存在的记忆。世界遗忘我，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要是我能突破现在的邻居狂语期，到达寂静圆满期，应该就能知道些什么了吧。如果你们将来有机会路过这里，就过来找我吧。不用谢，你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呀。而且一想到又能吃到你的手艺，还是挺期待的。既然我们已经确认了海巴夏的安全，想知道的东西也问过了，我们现在就快化成锅吧。Might be crazy after taking so many drugs.李娜丽，你不觉得这种拒绝的理由就是在避重就轻吗？我知道你是巡灵官，修复死鱼是你的工作，但你也知道这样做只是治标不治本。卡瓦贾大人已经说了，你在须弥城能做到的事将关乎整个世界树能否被治愈。哎，别这么咄咄逼人，好好听他解释。我们是来请提娜丽回教令院的，不是来树敌的。卡瓦贾大人，劳您亲自前来实在是过意不去，但我只不过是个巡灵官，实在不像是能为您这位知论派的泰斗帮上忙的样子。还不是因为你之前的信一口回绝了你的恩师，让他这个生论派的贤者大人好生丢面子，所以老夫这才替他来了。原来如此，我还以为以恩师的脾气一定要亲自来骂我才肯罢休呢。提娜里，你的恩师也参加了这项工程，现在他很需要你的力量。卡瓦贾大人，老师他需要我帮他做些什么？你到了须弥城就会知道了。我需要去多久？现在还无法确定。您是想说，虽然您亲自来了化成锅，可之前我在信中询问老师的内容依旧全都不能回答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我无法给您肯定的回答了。提娜丽，你……哎，罢了，我们走吧。出什么事了？没什么，教令院的人希望我能去须弥城帮忙，可这边的事务也走不开，所以我拒绝了。对了，你们在海巴夏那里还顺利吗？嗯，虽然有点小插曲，不过他现在平安无事，我们也问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那就好，既然你的身体已经恢复，我也没有留你们在化成锅的理由了。嗯，我们想要见小吉祥草王，有些事情要向他请教。提那里，你知道要怎么见到他吗？不好意思，我并不知道觐见的办法。
那你知道我们到了须弥城应该向谁打听见他的办法吗？让我想想，我在须弥城待的时间不长，认识的也大都是做研究的人。这样吧，我写封介绍信给你们，你们可以去找一个我认识的生轮派研究员问问看，他消息比较灵通。另外，在你们进入须弥城的时候，应该会拿到一样东西，虽然我觉得不一定能帮上忙，不过你们也可以试试。哇，是什么呀？它叫做虚空终端，那是教令院利用大慈树王大人留下的遗产制作的工具。也有人说，它是让须弥真正成为智慧之都的基石。教令院的人会教你们怎么使用它，我就不越俎代庖了。好，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去须弥城吧。不过在那之前，没错，提那里我们还有很重要的话要对克莱说。他现在好些了吗？已经好多了，因为他躺了太久，我让他在附近散散步，然后就看见他往北边的路口去了。他知道你们快要离开了，应该是到那里去等你们了。谢谢你提那里，那我们就走啦。再见，祝你们旅行顺利。Can't actually read the letter. Cool. Oh, I almost fell off the bridge. Ah, 你们回来了。不对，现在好像不应该说这个，还是对你们说一路顺风吧。克莱，谢谢你在这里等我们，我们接下来就要去须弥城了。你们放心吧。我会好好养病，而且我的情况还好，并不会经常发作的。我还有，不好意思，一开始没告诉你们我生病的事，因为我想和你们做平等的朋友，而不是获得你们的同情。不过朋友之间，果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彼此真诚相待。克莱，你不需要道歉，我们才要谢谢你的信任，愿意告诉我们过去那些事。我们肯定也会担心你的身体，不过那单纯是因为对朋友的关心。谢谢你们。哦，对了，给你们这个。这是什么？口袋饼的菜谱，我之前说过要给你们抄一份的，字写的不太好看，你们可不要笑话我。哇，太好了，这样以后就能经常吃到这种美食了。希望你们在品尝它的时候也能回忆起在化成锅的时光。那么最后，见习巡林员柯莱，祝二位旅途顺利，欢迎再次来化成锅做客，我们巡林员一定会竭尽所能为您提供帮助。Star recipe. Are the graphics set really low? 飞别跑，哟呼！I miss. I mean, they're set pretty high, I think. It's probably just the bit rate on YouTube can't be that good. That guy looks like a thin Eggman. 留意脚下。耶嘿。It's the mustache guy.I not get it. What is this thing? Yeah, hey! What do I do with this thing? This...
向卓越。I'm guessing they buffed burning damage. Because I did a lot of damage.是偶然所得吗？这算是偶然所得吗？是偶然所得吗？行色。Zaytoni Peach。I thought it came back because if it doesn't disappear.Step with认罪吧。品相卓越。雨线难画，不不退下。Okay.
excited about something.总算走到须弥城了，你看见了吗？那些行人走进城的时候，头上好像都亮了一下。两位请留步，你们应该是第一次来须弥城吧？嘿，你怎么知道？因为在虚空之中，目前还没有你们的信息。哦，二位不用担心，我并非要阻止你们进入须弥城。相反，教令院会为每位来到须弥城的旅客都提供一件便利的工具。 二位或许已经听说过，虚空是大慈树王大人留下的遗产，是能够汇集知识的宝库。几百年间，教令院通过对虚空的不懈研究，终于开发出了虚空终端。现在在须弥境内，只要佩戴并开启虚空终端，每个人就都能与虚空连接，并能从虚空之中获得他们所需的知识。当然了，因为一些技术原因。 在须弥城和奥摩斯港这样人多的大城市，虚空中原来这就是听那里说的虚空终端，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两位的运气很好，过去教令院只对须弥人和长期留在须弥的外国人发放虚空终端，是最近才决定对全体旅客发放的。这是给二位的虚空终端，请拿好。 看起来像一片叶子，只要将它放在手中，默念“愿吾得以聆听神明的智慧之声”，就可以开启它了。既然使用它就能获得知识，说不定能找到见小鸡香草王的办法。我们试试看吧。愿吾得以聆听神明的智慧之声。 刚才那一瞬间，脑子就知道该怎么使用它了。原来只要试着思考特定的内容，就能获得知识，好方便呀！没错，这就是虚空的力量。二位旅客，欢迎你们来到须弥城，愿草神大人的智慧能常伴你们身边。 如果强行思考这个问题的话，大脑里就是那种好像要想起什么事，但又偏偏想不起来的微妙感觉。啊，脑子好累。对啊，你真聪明，那你要思考些什么？原来你也是这样的感觉呀，那我就放心了。
都变得有点酸酸的了，看来须弥人真的很怀念这位逝去的神明。虽然试了这么多，可还是找不到见小吉祥草王的办法。既然这样，我们就先去找缇娜里介绍的人问问看吧。他是须弥人，而且还在教令院任职，应该能从虚空里拿到更多信息。缇娜里在信封上写了住址，就在离城门不远的地方。我们去那边看看吧，希望他现在在家。你好，请问你就是鲁哈维吗？正是我，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其实是缇娜里让我们来找你的。什么？缇娜里？停停停，你们不用说了，都不用说了。我承认上个月发的那篇文章的确写的比较水，数据也不是很有说服力。这是缇娜里给你的信。让我看看。哇、哦、吓死我了，差一点胃病都要犯了。原来你们只是要向我打听一些事儿啊。嘿嘿，看来就算是缇娜里也不得不承认我在打探消息这方面确实是有些天赋。我们想要见小吉祥草王，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吗？你们要见草神大人？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啊。不好意思，虚空没有回应我这个问题。喂，你也是这样吗？看你刚才趾高气扬的样子，我还以为你肯定能比我们多拿到不少信息呢。哎呀，我都说了嘛，这不是我擅长的领域，我只是个小小的研究员，虚空一定觉得我没必要知道草神大人的信息。不过据我所知，小吉祥草王大人回到虚弥之后就从没有离开过净善宫，也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面。咦，没想到他竟然是位这么神秘的神啊。是啊，草神大人深居简出，说不定根本就不希望有人来见他。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在虚空找不到求见的情报就也理所当然了。那可怎么办啊？嘿，你先别急，这只是我的猜测，你们还可以找其他人想想办法。另外你们也可以想开点，就算见不到小吉祥草王大人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在这个世上总有些知识是你从虚空申请不到的，也总有些事是你做不到的。放下，就比方说我，以我的智商3年能发一篇论文就该谢天谢地，但人家缇娜里呢就可以1年发3篇。好吧，谢谢你的帮助和开导。嘿，不客气。如果你们想知道一些别的消息，比如教令院今年的学者晋升名单啊，六大贤者之间的人际关系啊，欢迎再来找我。哎呀，这也算是一种在教令院的生存技能吧。哎，虽说之前我也考虑过类似的情况，但没想到能找到的情报比想象中还要少。我们现在要怎么办？就算要找其他人想办法，我们在须弥城也没有别的熟人了。咦，是谁？啊，对啊，凯瑟琳，冒险家协会有自己的情报员，那我们赶快去找他问问看吧。Hello, Bond, something. It is Yuan Xin. I can't read Chinese, though.向着星辰与深渊，旅行者派蒙，你们好。凯瑟琳，我们有件事想找你帮忙。好的，冒险家协会随时为您服务，请问你们具体需要什么帮助呢？凯瑟琳，我们想要见小吉祥草王，你知道有什么办法吗？好的，二位想要见须弥的神明大人，请稍等。抱歉，我无法在虚空中获知相应的情报，在我个人的回忆中也没有找到任何与这位神有关的内容。好吧，果然还是一样的结果。可如果凯瑟琳也没办法的话，我实在想不出接下来还能去找谁了。二位请不要着急，
我或许可以推荐一个人选给你们。在须弥，我们冒险家协会并不算消息最灵通的组织，这里活跃着许多大大小小的佣兵团体，被称为镀金旅团。他们接取各种委托，行走须弥各地，手上自然也有许多情报。负责须弥城防务的镀金旅团三十人团，不仅是历史最古老的旅团之一，也负责管理和协调各旅团间的事务。三十人团，名字好怪。据说这是他们一开始成立时的人数，就以这个作为了团名。三十人团有一位顾问阿斯法德先生，和我们的交情不浅。他虽然已经退伍，但依旧在旅团间很有名望，说话也很有分量。我来帮你们联系一下他，你们可以到三十人团的总部聚沙厅去见他。不客气，祝你们好运。冒险家协会非常期待你们在须弥的表现。好，我们接下来就去聚沙厅吧。Surveillance state where the government hides inner machinations. Ca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e dictator. 欢迎欢迎，我已经收到联络了。二位是冒险家协会介绍来的客人。你好，阿斯法德先生，我们想向您打听一些事情。原来如此，所以凯瑟琳就让你们来找我了。确实我们镀金旅团的人路子广些，不过求见草神这事儿我也帮不上你们什么忙。等等，这也太直接了吧。哈哈哈哈，没办法，因为我们镀金旅团的人都没什么信仰，对神也毫无了解，在虚空里能拿到的信息恐怕比你们还少。我们最早起源于沙漠，那里的神早就陨落了。在那之后，镀金旅团的人就凭自己的本事吃饭，从没寻求过神的帮助。不过不只是我们，在我看来，大多数须弥人其实都对小吉祥草王的事没什么兴趣。哎，为什么会这样？哈哈哈，就说教林院吧，他们是须弥真正的管理者。那里的人虽然信仰神明，但许多人至今信仰的依旧是大慈树王。在他们看来，是大慈树王创建了须弥，留下了虚空，小吉祥草王只不过是碰巧继承了这些罢了。至于普通民众，他们在教林院的影响下自然也就更了解和爱戴大慈树王。况且小吉祥草王不仅从不露面，教令院也几乎不公布他的消息，所以他对于须弥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位存在者的神明罢了。真的吗？这么听下来总觉得小吉祥草王好像有点可怜。谁知道呢，说不定这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想法。智慧阿斯法德先生，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不用客气，冒险家协会的面子我当然是要给的。哎，大家的态度果然和阿斯法德先生说的差不多，不仅完全对草神不感兴趣，而且还说什么虚空觉得我没必要知道之类的话。自从进了须弥城，我们就在马不停蹄地打探消息，可我总觉得得到的情报越来越不乐观了。难道整座须弥城里的人连一个对小吉祥草王感兴趣的都没有吗？哦，难道说你们对小吉祥草王大人感兴趣吗？啊，是谁？听起来你们是刚刚来到须弥城的外国人，
好像正在打听小吉祥草王大人的消息。哦，不好意思，忘了自我介绍，我叫迪娜泽代，其实我是小吉祥草王大人的忠实崇拜者。哎，真的吗？难道说你知道怎么求见他？这种事我肯定做不到了，不过你们刚才的对话倒是让我想起了一个草神大人的传说。没问题，传说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听闻了预言，巨大的灾厄即将降临在他的头上，于是惶恐不安的他便想向草神大人求助，希望他能将智慧分给自己，帮助自己摆脱危机。他穿过了沙漠，走遍了雨林，历尽种种磨难，却依旧没有找到草神大人的踪影。啊，神一定抛弃了我，他绝望地想，然后只得悲痛地准备接受命运。然后呢？然后，灾厄果然降临了，但他没想到的是，一路旅行的见闻却启发了他，他凭借自己的力量成功度过了难关。这时，一只鸟落在了他的肩头，那正是草神大人的化身。他说：寻找神明的人呢，现在你可明白，其实你早已寻到了我，也寻到了智慧的踪迹。我们就在沿途的一花一草中，在灿烂的阳光下，在无法捕捉的风里，只要你没有停止思考，我们便无处不在。谢谢你，听了这个故事后，我感觉心情一下子变得畅快了许多。这么看来，这个故事也是草神大人的化身呢。迪娜泽代，你既然是小吉祥草王的崇拜者，还有没有其他关于他的事能告诉我们？当然有了。说起来，你们知道……啊，那个，不好意思，我有点事先走一步，我们改日再聊。哎，等等，出什么事了？他们好像在找人，刚才迪娜泽代突然那么紧张，难道说他们是来抓他的？不行啊，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点小吉祥草王的线索，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先把他们引开，然后赶快去追迪娜泽代。喂，你们两个，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棕色盘发、穿紫色上衣、淡蓝色长裙的年轻女孩？我们正在找她。她的手腕上是不是还缠着绷带？啊，没错，就是她。你们看到她往哪边去了吗？看到了，她往那边去了。我们快追。成功把他们引开了，我们赶快去找迪娜泽代吧。迪娜泽代，原来你在这里啊，我还以为你已经跑得很远了呢。啊，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你们呢。你放心吧，追你的人已经被我们引走了。真的吗？太感谢你们了。不过我觉得来抓我的人应该不会只有这么几个才对。啊，果然那个方向也有人来了。喂，还有别的追兵吗？那我们就不要在这里站着了，赶快跑吧。请稍等一下，我其实身体不是太好，要跑的话稍微有点勉强。嗯，有道理，往港口那边走，有一家酒馆，我们去那里吧，他们应该想不到我会躲进店里去。好，那我们就出发吧，你跟在我们后面，我和他帮你警戒追兵。
了这里，他们应该就找不到我们了。住手，陛下！小姐，他们两个是什么人？他们是我刚刚在路上遇见的外国旅客，只是碰巧发现你们在找我，帮我躲开了而已。原来如此，那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你们走吧。等一下，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我是迪纳泽代小姐的保镖，是来负责把小姐平安带回家的。小姐，请跟我回去吧。你偷跑出来这么长时间，老爷和夫人都非常担心。如果我说我不想跟你回去呢？我当然还是希望小姐能够配合，这样我们俩都方便些。可要是你执意不肯的话，我也只能试着把你扛回去了。喂，迪纳泽代已经说了不想回去，你为什么还要逼他？先别打岔，事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小姐，不好意思，我虽然是你的保镖，但毕竟是你父母雇来的，我要对雇多少钱？什么？小姐，我要出多少钱才能雇你，让你不再听爸爸妈妈的？两倍？三倍？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能凑齐的。小姐，这不是钱的问题。唉，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我们这些镀金旅团的，但我要说，我虽然喜欢钱，可绝不会做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我之所以出来找你，除了雇主的要求之外，也是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应该这样做。你的身体不好，这样贸然在外面闲逛，对健康伤害很大。所以，不，你错了。我很清楚自己的情况，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在我看来，现在任性的人是爸爸妈妈才对。他们明知道我现在是否留在家里，事情都不会有任何差别，却依然不愿接受现实。甚至每次我主动和他们谈起这件事，他们也只是一味回避。迪西亚，你已经在家里待了这么久，这些你应该都知道才对。迪西亚，我知道爸爸妈妈他们很不容易，也很感激他们为我做的一切。但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有另外一个想要感谢的对象，因为是他拯救了我。在我心里，我对他的敬爱就像对爸爸妈妈一样多。这是我的人生，也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所以我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He sounds like a crazy cult member. 小姐，你确定自己正在做的事是有意义的吗？我确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哦，好吧，小姐，我不会再要求你跟我回家了。不过我要说清楚，我会这么做并不是因为认同你的做法，而是因为我尊重这份决心。谢谢你，迪西亚。对不起，刚才我太着急了，对你态度不太好，还提到钱的事冒犯了你。没关系，小姐，我说了我喜欢钱，而且我们是该好好谈谈这个问题。毕竟今天事闹得这么大，家里的保镖都出动了，在老爷那儿包庇你可没那么容易。况且你也肯定不会只出来这么一回，下次出发之前至少得把你房间附近安顿好，而且在外期间也得有人照应。小姐，你不如雇我来帮你怎么样？这样对大家都好。至于报酬嘛，有老爷给的一半就够了，等你回家以后再付就行。嗯，没问题。太好了，看来他们达成共识了。没事没事，只不过是突然放下心来，有点脱力。小姐，你就别硬撑了，我们在这家店里休息一会儿，吃点东西好了。二位，不好意思让你们担心了，如果不介意的话，请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吧。好呀，等你精神恢复一些，我们也想继续听你讲小吉祥草王的事呢。嚯，这不是迪西亚吗？
这半年没怎么见你啊。听说你在胡马一家当了保镖，你之前不还嫌保镖这活干着没劲吗？习惯了也还成吧。老板，菜单给我们瞧瞧。好嘞。嗯，这位该不会就是胡马一家的大小姐吧？难得大小姐来赏光，可得为您准备店里最好的菜。老板，谢谢你，不过不必了，我现在很需要用钱，手头上并不宽裕，希望能……哦，不过这两位客人就请给他们上最好的菜吧，他们是我新认识的朋友，我应当尽地主之义。哎，我们要自己掏钱吗？虽然有点想吃高级的菜，但我们的经费也有限，那还是吃点普通的吧。 We've got like 13 million mora. I think we're pretty loaded. 既然这样，给几位来椰炭饼怎样？这是本店的招牌小吃，而且价格实惠。喏，那边几位正在吃的就是。看起来不仅黑漆漆的，还干巴巴的，我不要吃那个。怎么啦？我也是有个人好恶的呀。迪纳泽代，我们之前在须弥城里问了很多人，大家都对小吉祥草王没什么兴趣，你到底是怎么成为他的崇拜者的呀？派蒙，你之前问我知不知道如何求见草神大人，我虽然不知道办法，但我觉得我曾经是见过草神大人的。咦，真的吗？嗯，那是我小时候，我因为生病，一年到头几乎所有时间都躺在房间里。虽然爸爸妈妈一直在努力给我治病，但我这副样子不仅没办法交到朋友，就连在虚空里也接触不到什么知识。小时候的我既没有梦想，也没有任何期待。有一次我发病很严重，许多天都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某一天夜里我醒来了，房间里一个人也没有，我真的好害怕，可我动也动不了，就连哭也哭不出声音。这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声音，那个声音对我说，迪纳泽代，不要害怕，也不要哭了。迪纳泽代，不要害怕，也不要哭了。你是谁？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该怎么解释呢？我觉得你可能会听不太懂，不过你的所有事我都知道。 Like Santa, very creepy. 真的吗？当然啦，我知道你害怕打雷，最不喜欢吃早晨的药，而且总爱数妈妈裙子上的花瓣。哇，原来你真的什么都知道。迪纳泽代，你有什么愿望吗？愿望？我没有，因为我哪里都不能去，也什么都不能做。哎，可你还是个孩子呀，孩子都有愿望的。告诉我你的愿望吧，说不定我可以实现它。那你能让我的病好起来吗？对不起，以我现在的力量还做不到这件事。那你可以做我的朋友吗？之后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说，好，我来做你的朋友。生病那几天，我虽然身体很难受，但那个声音经常出现鼓励我，还告诉了我许许多多有趣的事。原来在我的窗户外面是繁华的须弥城，在须弥城的外面是茂密的雨林，而在雨林的外面还有防沙壁、沙漠和整个提瓦特。后来我终于挺过了这次发病，但那个声音却消失了。不过我知道，那个声音绝不是我幻想出来的，
因为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提瓦特。对，一定是这样。如果不是那个声音，我绝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好奇，也不会学习认字，读各种各样的书。是那个声音让我接触到了智慧，他一定，我一直希望能够报答他的这份恩情。其实我今天跑出来，就是为了给他筹备花神诞日。花神诞日？那是什么？花神诞日是小吉祥草王大人的生日，也就是贤者们发现他那天。其实这是个很古老的节日，最早是为大慈树王大人祝寿的。树王大人逝去后，他被沿用下来，时间就改到了小吉祥草王大人的生日。我听说小草神大人刚刚被迎回须弥时，须弥人民都很高兴，那时还会隆重庆祝这个节日。可是慢慢的，在教令院的影响下，大家就不太庆祝这个节日了。须弥有不少和树王大人有关的节日，教令院都会参与筹备，可对于花神诞日，别说出钱了，他们连一点表示都没有。或许对于这些人来说，小草神大人的诞生意味着树王大人真的失去了，所以啊，真是太过分了。对啊，真是太过分了。虽然树王大人建立了这个国度，可是小草神大人也在这几百年里默默地守护着须弥，不是吗？我说旁边还有其他人在呢，你们俩别太激动。我知道大巴扎那里的一些居民至今还会举办花神诞祭，不过我之前不认识他们，也没办法做些什么。但最近我认识了住在那边的朋友，他也是小草神大人的信徒，所以我就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给了他，希望他能好好筹备这次节日。我也只能为小草神大人做到这些了。 feel like you got scammed. 慢着，小姐，你说的那个朋友该不会是给家里送花的妮露吧？对，就是他。前几天我看到他从宅邸离开时表情慌慌张张，怀里好像还揣着什么东西，该不会是……嗯，是我。因为一开始准备的钱不太够，所以我让妮露把我的一条裙子拿去卖了。其实我今天就是和妮露约好要到大巴扎那边去看看。迪西亚，你能陪我一起去吗？好吧，大巴扎离这里还有点远，我来背你去。不用了，这样你也太辛苦了。别纠结了，小姐，要是让你走路去还不知道要走到几点，到时候我们回家就真没办法跟老爷交代了。嗯，当然，妮露如果知道小草神大人的崇拜者变多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妮露，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啊，林娜泽代，我还以为你这么久都没来，一定是被困在家里了。没想到你真的成功跑出来了。啊，迪西亚怎么也在？难道说你被他抓住了？确实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不过不要紧，迪西亚现在也是我们的人了。并不完全是。说起来，这两位又是谁？啊，这是旅行者和派蒙，我新认识的朋友。
他们是刚到须弥城的旅客，想要了解一些小草神大人的消息。也就是说，你们是小草神大人的外国崇拜者了？耶，不是吗？不过没关系，欢迎你来参加花神诞祭。对了，迪纳泽代，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布置大巴扎了，这次多亏了你的资助，我们才能把节日办得这么隆重。不用客气，我也只能做到这些了。对了，钱还够用吗？马马虎虎吧。啊，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们现在已经把剧场的舞台全部翻修完了。No, I have a very childish voice. 哇，好气派的舞台呀！不错，我上次路过这儿的时候，楼梯上还破着个洞呢。楼梯只是小事啦，前段时间我们发现舞台顶部的树洞上有一大块树皮要掉下来了，祖贝尔先生都担心死了。唉，我们向教令院报告了好几次，可他们一直不派人来处理。那几周害怕发生事故，我们只好把剧场的演出停了。哼，估计因为是剧场的请求吧。唉，教令院的人一向看不起我们这些唱歌跳舞的人，估计在他们看来，剧场最好再也不要开门了。可要是拖下去，不仅剧场的大家没饭吃，连花神诞祭都办不了了。谢天谢地，迪纳泽代及时资助了我们，让我们能自己雇人维修了树洞顶，还有钱把整个舞台都翻新了一遍。等到花神诞日的时候，舞台会比现在还漂亮的，你们就好好期待吧。嗯，我可是超级期待看到你站在上面呢。你为了花神诞祭练习了这么久，这次终于能实现梦想了。是我们的梦想，到那天我会连着你的份一起努力的。尼禄要表演什么节目呀？尼禄要跳花神之舞，这可是花神诞祭最重要的节目。迪纳泽代，你对他们说过这个节日的起源了吗？我只讲了树王大人和小草神大人的部分。好，那我来给你们讲这个节日最开始的部分。传说之所以这个日子会叫做花神诞日，其实最早是花神朱诞的意思。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次树王大人过生日，他的朋友们举办了宴席为他祝寿。宴席上几位神明大人都喝醉了，其中一位便诚信弹奏起了乐器，于是树王大人唱歌，花神大人就跳起舞来。在花神大人起舞时，他踏过的草地上长出了无数美丽的帕蒂莎兰，明亮的紫红色花朵铸成了灿烂的舞台。神明们都说，啊，若是时间能永驻此刻就好了。咦，有吗？哦，你大概是想到故事里的那几位神现在已经全都逝去了吧。虽说现在这些神明都不在了，但献舞祝寿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我穿的这身行头据说就是为了效仿花神大人的身姿设计的。我们虽然只是渺小的人类，但也要好好努力，让生日的主角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才行。如果是尼禄的话，一定能把我们的祝福传递给小草神大人。我发现你还很用心地准备了一些帕蒂莎兰放在舞台周围呢。毕竟帕蒂莎兰是花神大人的象征嘛。只是可惜真正的帕蒂莎兰早就随着花神的逝去而灭绝了。是啊，树王大人为纪念花神大人创生的帕蒂莎兰，最终也没能再现那种艳丽的紫红色。一想到传说里花神大人起舞的景象，就觉得好羡慕啊。要是我的舞台也能变成那样，不，哪怕角落里只有两株真正的帕蒂莎兰，我也满足了。哦，对了，旅行者和派蒙，怎么样，你们两个对花神诞祭有兴趣吗？要不要来参加？
下集香草王大人的生日上，他的崇拜者们都会齐聚这里，如果你们想更多了解他的话，也是个好机会。嗯嗯，我觉得迪娜泽代说的很有道理。我当然也想看啦，但这两件事又不冲突嘛。那我们约定好要一起参加花神淡季哦。迪娜泽代，我带你去看看现在选的舞台装饰。旅行者和拍蒙，你们如果对舞台布置不感兴趣，可以在附近转转。大巴扎的人都很喜欢小吉祥草王大人，也都对花神淡季很期待呢。那我们就在附近逛逛吧。哇，大姐姐，你的头发是金色的，穿的也和我们不一样。你是从外国来的吗？你知道吗？我们这儿马上就要举办花神淡季了。花神淡季的时候，我们这儿有好多好玩的，还有花之骑士法里斯给大家发糖。尼禄，你这身衣服真好看，而且感觉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不太一样了。为了花神淡季，我又稍微加了一点装饰。你看，在这里。是你自己缝的吗？我们剧院大家上台穿的服装基本都是自己缝的。哦，你不知道吧？祖拜尔先生不仅会做衣服，还会做道具呢。对了，你要不要戴这个头冠试试？我看你一直在看他。可以吗？当然可以啦。传说花神大人的头上也有漂亮的角，所以头冠才要做成这样。迪娜泽代这么漂亮，戴上它就像花神大人一样。Hi Paul. Just going through the main quest. 花神淡季的献舞啊，我年轻的时候也跳呢。我小时候也问过我奶奶，花神大人的舞是跳给树王大人的，为什么我们跳给小草神大人？我奶奶说，树王大人是很好的神，小草神大人也是很好的神。唉，这些年花神淡季的节日味儿变得越来越淡了。舞台能翻修成这样真是不容易，看来这次花神淡季应该会办得不错。我不太熟悉大巴扎这地方，不过我知道这儿的人都还挺喜欢唱歌跳舞的，这一点让教灵员特别不喜欢。哦，这里卖的香粉也不错，不仅香味比在其他这都是我听别人说的。今年花神淡季办得热闹，到时候不只是大巴扎的人会来，其他地方的居民也会过来买东西。别看都在须弥城，有些花神淡日的节日小吃，而且像什么歌舞乐器，还是我们大巴扎的人最擅长。教林院的人不喜欢就不喜欢了，过个节没这些怎么行呢？你看那边那个人好像是凯瑟琳。这么说来，在我印象里凯瑟琳永远都在冒险家协会的柜台后面，还从没见过他休息时的样子呢。凯瑟琳，嗯，啊，是旅行者和派蒙，你们好呀。哇，这就是休息状态的凯瑟琳嘛，果然气质差别好大。我还以为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会先说向着星辰与深渊呢。
虽说站在柜台后面的确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功能，可总是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不就像是一直在播放同一部枫丹电影那样，日子也会变得乏味吗？你们也是为了获得丰富的人生才会行走四方的吧。虽说我们的确很喜欢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不过更多是为了寻找他家人的线索啦。保持这样就很好啊，因为真正的答案并不一定在终点，而是在旅途之中呢。总觉得类似的话最近在哪儿听过似的。对了，凯瑟琳，你为什么会来这里呀？与其说喜欢，不如说因为感觉这里最近气氛很不错，所以过来逛逛。节日如果能为人类带来快乐，应该就有存在的意义吧。哦，感觉差不多到了要回去的时间了。凯瑟琳，那我们下次冒险家协会见。对了，多亏你今天的帮助，我们才能遇到新的朋友，感觉和这座城市的人联系得更紧密了。你们一定会和这座城市的人相处融洽的，因为你们身上有着草元素的祝福呢。那我就先走了。我觉得今天的凯瑟琳确实和平常不太一样。旅行者派蒙，怎么了迪西亚？是这样的，小姐知道你们在找求见草神的办法，她很想帮你们做点什么，我说不定能给你们指个路子。真的吗？太好了。别抱太大希望，也不一定对你们有用。我带你们去个地方，找人问一件事。小姐有点累，现在在尼路那边躺一下，我先把她送回家，我们过会儿再去沙厅前面见。好，一言为定。我们到聚沙厅那边去等迪西亚吧。Actually sell anything? I doubt it. Oh, he actually does sell stuff. Very, very worthless stuff. Steal that guy's goods. Oh, this guy's actually got interesting stuff. What a young man who was born. He must be the Great Tree King.不好意思，来晚了。回去之后好不容易才让老爷和夫人相信，小姐只是心情不好，在港口那边坐了坐。谢了，小姐已经很久没这么开心了。今天如果没有你们，恐怕她早就被带回家了。迪西啊，你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气势汹汹的，没想到对迪娜泽带还是挺上心的。我是保镖啊，而且现在小姐还花钱雇了我，这叫职业素。他害羞了。哎，我说你们这份工作也干不了多久了，至少我希望好好完成它。不闲扯了，我们到聚沙厅去，能不能给你们指路得里面的人说了算。Oh, hi Andrew, it's Genshin. I'm doing pretty well.Yeah, this is on PC. 老爷子，这不是迪西亚吗？你怎么来了？哎呦，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嚯，你们原来认识啊？嗯，今天早些时候
冒险家协会介绍我们来这里，询问了小吉祥草王的情报。Yeah, 原来如此。嗯，老爷子，鲁克沙大哥怎么没在？他去降临了。最近大贤者要求加强须弥城的防务，得把我们。不过既然你都开口了，这件事我也可以做主，那就讲给他们听听。谢了，老爷子。到底是什么事啊？是这样的，前一阵教灵院丢了件东西，可能和草神有点关系，说不定对你们求见他有帮助。哎，这样说还是武断了。要我说，那件事更多还是跟教灵院有关系。总而言之，前阵子教灵院到沙漠的阿如村那边取一件重要的东西时走漏了风声，结果东西在半路上被劫了。大贤者非常看重这件事，不仅风纪官出动了，我们也在帮忙调查线索。现在大致能确定，东西流到奥摩斯港去了。你们听说过奥摩斯港没？从须弥城出发，走水路沿着河往南走，就能到达这个港口。它是须弥最大的商港。因为教令院的手伸不了那么长，那地方气氛比较宽松，当然也就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丢了的东西跟虚空知识这些有关，而且这次还涉及到了神明。你们如果感兴趣，可以到奥摩斯港去打听打听。给你们支个招，你们说。老爷子，学生不都在须弥城吗？跑奥摩斯港去干什么？你要有兴趣自己去打听。我可没那兴趣，再说了，最近呼马一家的活也多着呢。哦，对了，你们俩要是去奥摩斯港，可要小心点，那边有些镀金旅团，做事不像须弥城这么规矩，甚至还有打着为赤王夺回须弥这种口号的极端旅团，最近壮大很快，让老爷子他们也很头疼。可不是吗？沙漠的赤王都死了上千年了，又不是所有人都像老爷子你这样，毕竟有些沙漠民哪怕早就离开了荒野，至今还是想要自己的神。旅行者，这边能提供给你们的情报大致就是这样了。谢谢你，迪西亚，还有阿斯法德先生。既然我们在须弥城也找不到其他情报，那不如接下来就到奥摩斯港去看看吧。小姐很期待能在花神诞日再见到你们，你们可要在那之前赶回来啊。好，那我们花神诞日再见。If I had muted that entire time, that is. I said stuff. Fei Shada! I didn't have any charge.
I very unwisely bound mute to V, which is in the navigate button. You can see. Yep, he's definitely awake right now. It's always fun. Yeah, I was saying before that I haven't played Dota myself. But it's one of those infamous games. And I played CSGO for a while, but I never was able to get past Silver. Friend who's pretty good at League. If he got to like platinum or whatever the highest rank is. He's kind of one of those stereotypical Korean MOBA players. Let's check out some of these new domains to spend my resin on for the day. Oh, there is a this move. And what are these things? Oh, it's evil. It is an enemy. Is it an enemy? I kind of just slaughtered it. Enemy? Yeah, okay. Well, it's attack. I attacked it.
don't know, usually nothing in this game before had, there weren't any neutral enemies in this game before this update. Yeah, I think it was a friend in the group. This domain. Okay, it's here. It's actually kind of tough, or at least I don't know how to fight them properly yet. Went a lot better that time. I don't really know what I did differently. I'm gonna dump some stuff. No, these are like,
Is it like farming domains? Farm for items. The limit of this. My inventory is always full. Try it out with Venti, see if it's any easier. He has... Well, you get a better buff from the domain effect.才与刘，我，你听着，留意脚下。 别想逃开！ 好，没事的。丹书铁骑，震天撼地！
This is Genshin. They released the new region on Tuesday, I think. So I was exploring it. But I think I'm about to wrap up the stream. 向着星辰。向着星辰。向着星辰，感谢你完成了。I think that's all that Bailey's done for the day.I'm gonna call the stream now. In 3 hours and 4 minutes.